手套要不要摘下来？因为一个戴一个没戴。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ichael Jackson? Michael Jacks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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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chael Jackson.时常觉得这第二重意义更容易由我靠近，以我适合，犹如墨碑上依着一辆童车，热面包压着三叶鱼粥，与之行美的下午，也就是散步在第二重意义中而黯然迷路了。我比武叶落，每当少有叶落，哀愁争先而起。哀愁是什么呢？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，就不哀愁了。生活是什么呢？生活是这样的，有些事还没有做，一定要做的。另有一些事做了，还没有做好，明天不散步了。我从小算命什么，就觉得要离开学弟，所以学弟就出生地点，离开的越远越好。所以我当时到美国，美国离开中国最远了，可是美国当时的生存也很艰难。我年轻的时候是吧，一往直前，根本不考虑我个人的安危、苦乐什么。而到现在几年来，就想到了我的归宿。弗洛巴讲，艺术家你应该退开，我就遵照他弗洛巴老师的意见，所以庆典没有来。还不全，还不太全。哎，这做错了，哎，又做错了，永远是做错的。这个盒子那么厚，它装一张纸是不对的。这个也不对，这个你要找一个对的。The other reason is they are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how to put these kind of things. 居中，稍微往右一点。